兄弟们起床了啊，8点钟了，8:04了，今天得去干活呀。啊，不是搬石头啊，是挖水池。为什么要挖水池呢？因为我们家还有旁边几家以前挖在水井啊，被村里面的人啊在旁边又挖了一个比我们家的更大更深，所以说把我们家的水给抢了，太过分了。然后今天得去看一下，得去挖一下，我们要挖的比他们更深更大，把水给抢过来。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天气还行啊，桃花也开了。这个歌啥歌？看东西，太挑食了，煮饭给他吃他也不吃，面条也不吃，饿死你！看东西，不跟你玩了啊！我去看一下有没有窝蛋。我家这个窝呢，准时2天下一个啊。昨天没捡到，今天应该有了吧？看到没有？真的有一个。这个给他搞定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非常有前途啊！应该能值个5块钱了。已经存了那么多了，兄弟。好好干活去喽，干活去喽！哎，人家刚刚打电话给我了，叫我干一起。兄弟们啊，七个娘娘，就我一个男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别人挖的啊，把我们的水都抢完了，挖了1-2个小时啊，就挖出这么一点点土来。手都破了几个泡了，太难了。后面双方人马为了吃水的问题吵起来了，我在旁边看戏啊。挖了几个小时的水井回来啊，兄弟们，你看我这个手啊，好多泡啊，有泡就算了，还破了，这里破了一个，这里破了一个，这里破了一个，主要是没有戴手套啊。然后我拼多多买的菜也到了啊，准备去拿一下，把菜拿上来，然后再把饭给煮了，等一下父母要回来吃饭了。死狗，叫你爹啊，叫整天叫娇生惯养的憨东西。你看他把链子绕了很多圈，把链子给你改开，让你游一下好吧。过来过来，别动，有了。但是90年的全家福，往后不再有了。带你去看马，你看那边的马。马先生你好啊，你好你好。这个马是拖石头的，人家把那个石头放到马背上，然后拖到那上面去啊。这个鸽子呢？哦。然后兄弟们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的那个多多买菜到了，给家里面买了点水果，现在去拿。兄弟们，东西拿到了啊！路上碰到几个老乡，给了他们一些东西啊，本来有2捆杆子的，给了一捆，只有一捆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角，买了一包狼子啊。在上面花了20几块钱啊，如果在实体店买的话可能要30块钱吧。开搞开搞，狼子对身体有害啊，兄弟们建议少吃一点啊，不能像我一样，不过我也吃得少。你也想吃槟榔吗？小孩子不能吃的。傻狗，再给我叫一下，打死你！下来呀、啊！你怕刀啊？来啊！不吃狗肉，憨东西！
哎，一颗，两颗。嗯，这颗不错。三颗，好，差不多了。两个人吃。洗完了啊，兄弟们，哎，真难洗，这破玩意，好像火还没有烧哎，哎，还没烧火，烦死了，好多灰啊！我靠，爆棉了，那先爆了，动，哎。捡起烧火，小哥去哪里他就跟着，别到处跑啊，走了走了，对对回家回家，有多少人为了尊严却活在别人的胯下，有多少人活在胯下只为养活的一家，再给他搞一点进去。煤炭给他搞里头。来洗一下啊，兄弟！现在只有我和我老爹两个人吃，然后就少煮一点，一碗。一碗半就行了，这点水应该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进去吧，皮卡丘，开始做饭了，兄弟们，看看家里面有什么菜没有？有没有？下面呢？好多黑暗料理啊！下面有肉啊，拿去给它解冻一下，兄弟。这个是柴油，这个是汽油，这个是我家的地沟油，搞点地沟油。OK， 完美。进去吧，用热水给它泡一下。行了，兄弟们，给它搞里头。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。把肉挖出来，放辣椒炒，把辣椒炒好，然后再把这个肉给它搞里头，然后再把生米之前搞里头，最后再把白菜搞里头，就开始干饭了，兄弟们。两大碗饭。